他们的家人也一并妥善处理，退下。是。殿下，此番行动虽为试探，却也探出各大宗门学院的储备力量，着实惊人。若再派遣更多精锐，只怕过于张扬，影响殿下大计。的确，一个小小唐门都如此卧虎藏龙。 我们需得更加谨慎。我猜是日月帝国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能借此机会抓住日月帝国的把柄？徐天然做事从不留把柄，恐怕那些暗杀者现在已经是一堆尸体了。那宇浩和二师兄继续参加地下魂道奇大赛，岂不是很危险？日月帝国折损了一批人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次派人暗杀。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深入调查溪水盟。 抽签开始了，循环赛小组分组抽签，现在开始。循环赛第一组，日月皇家魂导世学院。 史莱克学院，上届冠亚军居然同组，唐门。什么？我们跟日月和史莱克被分在了同一组？看来日月帝国是连眼都不准备眼。日月战队和史莱克战队两大夺冠热门，竟然在循环赛就要碰头，这一下有好戏看了。而且还有唐门，还真是死亡小组。 唐门在淘汰赛表现还不错，但只是个小宗门，连预备队员都不够，恐怕会输得很惨。循环赛每组只有两支战队能最终出线，我们三家必然有一家会被淘汰。
日月帝国作为主办方，完全有能力在赛事安排上动手脚。他们肯定以为自己能占掉一个出线名额，就想让唐门和史莱克自相残杀。妥妥的黑幕啊！别急，这对我们未尝不是好事。走，我们回去说。第二轮循环赛今日开赛。各位观众，随着惊险刺激的淘汰赛告一段落，我们迎来了更为精彩的循环赛。下面有请本轮交战双方入场，唐门战队和日月皇家魂导士级列战队。好久不见啊，各位！想不到你们一路磕磕绊绊也晋级了，我还担心这届比赛碰不到你们呢。是啊，我听说你们战队上届大赛上被我们重创的几名队员已经提前走完魂导师生涯，改行卖鱼蛋了，真是可惜。你们有空替我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啊，钱放我账上。你，循环赛第一场，唐门王东啊对阵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石心。比赛开始。这笔账我们今天就算清楚。算账？看你有多少经验了。比赛前，双方上报七位参赛人员名单，中途不能替换。不好！铁石一斩！我的手！所以，我们要在个人赛上摧毁对方战力。唐门战队对日月战队，个人赛第一场，唐门胜！残他们，记住老子的名字，手。各位观众，今天是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第二天的比赛日。各位观众，这里是预选赛第二天的比赛现场。预选赛第六场，唐门对地龙门，双方队员入场。唐门，我记得四千年前那场战争中，元斗罗大陆三国联军装备的暗器就是出自唐门。不是，你对这个宗门了解多少？回殿下，唐门是万年前海神唐三祖创立的宗门，曾在对武魂帝国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不过近千年来已经没落，唐门赖以生存的暗器，比之日月帝国的魂导武器性能相距甚远。快看，怎么有个坐轮椅的出来比赛呀？是他。也敢上场比赛啊？那是个残疾人吧？残疾人也能参赛？有意思。霍雨浩，让我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唐门代表队，你们确定派这样一位队员上场？嗯，就是我上场。派一个残疾人出场，
太瞧不起人了，队长，让我来会会这小子。豆儿，你下去吧。预选赛第六场，航门对地龙门，个人赛比赛开始。比赛结束了，个人赛第一场，航门胜出。下一个谁来？那是西北三大天王之首冰天雪女。原来当初火通本体中偷袭明阿堂的就是那霍雨浩。雪女的状态有点奇怪，不像魂兽，也不是魂技形态，这中间肯定有蹊跷。有请地龙门下一位选手登场。啊，求求我爱你。少门主也是战队队长，唐门霍雨浩。你这是欺负残疾人？冰地着火，你还装弱者？其实这冰被火焰融化了，难道这不是火焰，是泯灭，能够消除一切属性能力的泯灭能力？泯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武魂能力，它能够在命中对手后分解对手的属性能力，从而达到破坏效果。泯灭之光，精神干扰。我打不赢你这个坐轮椅的。你要是输了怎么说？输了，我的宗门都给你姓了。那个小女孩的武魂是拥有泯灭属性的胭脂龙，简直是天生的邪魂师。泯灭之光，连击！怎么回事？我明明瞄准了呀！是精神系的攻击扰乱了我的判断。精神干扰，泯灭之光无论多么无解，打不到我就没有任何意义。那我就扫射全场！干扰是百万年魂技，避开你的攻击简直轻而易举。霍雨浩，你确实很强大，但是我的武魂专克你的这些召唤技能，你赢不了的。泯灭之掌，雪地三绝之地掌，葬寒无雪。
为什么？泯灭可以分解所有魂技属性，泯灭之掌，你不可能挡下来的。所谓分解，也是会消耗魂力的。我刚刚施展的大寒无血，魂力何其雄厚，能将其分解，已经是你泯灭之掌的极限。再想伤到我，却是痴人说梦。就算你能接下我的泯灭之掌，魂力也早已耗尽了吧？再来一记泯灭之掌，看你怎么接！你可知那霍雨浩那个召唤兽是何种魂技？臣妾不知。他曾与你同在宣子文门下学习魂导器，你会不知？他调查过霍雨浩。我与霍雨浩相处不到半个月，对他了解实在有限，只知道他拥有伤身武魂。殿下，此子不能留。那个召唤兽就是明德堂失去的十万年魂兽胚胎。霍雨浩在上届大赛就是冠军队员，当时他只有三环魂尊实力，却已经展露锋芒。此后作为交换生加入我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魂导器上展露出惊人的天赋，更在返程途中侥幸逃过龙皇前辈的劫杀。放任他成长下去，必然会成为日月帝国的一大隐患。原来就是他从龙前辈手下逃出升天。上一轮淘汰赛的激烈角逐，167支参赛队伍中有84支队伍进入淘汰赛第二轮。今天将进行淘汰赛第二轮，规则跟第一轮一样，个人战加团战。蝉联冠军多年的史莱克学院代表队将在今天的第一场比赛中登场，不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淘汰赛第二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战队对阵天甲宗，双方队员请上场。天甲宗碰上史莱克，也太帅了。我们想跟史莱克战队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这，他们想直接进团战，说明个人能力弱，团体战斗力强。无所谓，反正我们都会赢。周老师赛前对他们的能力有所研究，不管是个人战还是团战，我们都有绝对优势。既然他们提出诉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裁判，我们同意。双方协商，共同放弃个人战，直接进入团战。请双方选手准备，比赛开始。后撤摆阵。这是七位一体组合技，难怪天甲宗只想打团战。这下有意思。第四魂技，七
天甲之力。收敛了自己的骄傲，真正成为了一个整体。史莱克学院依旧很强大，真正令人恐惧的应该是他们。淘汰赛第一轮第83场对决，由圣灵宗对阵天都学院。圣灵宗获胜。这个圣灵宗实在太邪门了，希望我们不会过早碰上他们。